是为我们的布运用了高科技的特殊的布料，让整个服饰兼具了高吸收性、排湿性，甚至排汗度、弹性度，达到最完美的舒适感哦。而目前 Bravo 的商品呢，也是呢许多专业的运动选手们的选择品牌之一，Team等等都是呢运动家们的选择的品牌哦。就像您穿的再怎样的服饰，在激烈的运动 ，Bravo 的服饰也是最佳首选哦。最好的一个弹性状态，让你无时无刻在任何的气温环境之下呢，都可以贴近符合你个人的人体设计，可以让你呢保持最佳的人体室温温度哦。所以咯，也是呢难度的运动用品的选手们，New Balance 其实呢是在1906年创立于在美国 Boston。其实秉持着卓越的品牌运动休闲，无论是在设计高科技的衍生当中，经典的英美鞋款也曾经誉誉为是英国总统的慢跑鞋厂的完美。而我们的墨菲穿的是现在的秋冬季节当中最好的一个鞋款还有服饰，你可以看到呢，从身上的奶茶色搭配了黑色的运动裤，再搭配经典的慢跑鞋款，是不是兼具了一个非常舒服的休闲感呢？近期大家也被我们的巨轩满足您的需求哦。而我们的新恩呢，身上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就是紫罗的紫。这个薰衣草的淡淡紫呢，搭配了它的服饰，还有浅灰色的短裤，俏皮的模样，是不是让人觉得很休闲感呢？是不是从你家隔壁的俏皮小女孩刚刚走出来的感觉呢？很好看。泽伟身上可以看得到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像慢跑系列的一个穿搭。今天呢，情侣一直在放假的同时，一起早起或者是晨跑、黄昏时，今天呢，新恩搭配着我们的冠伟，两个人就像是呢好姐弟一样，姐姐跟着弟弟一起呢出门，在楼下去休闲吃个早午餐。轻松的穿搭让姐弟两个情感更加的好，除此之外气色也非常的显色，而可以看得到今天男生穿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亮蓝色的夹克外套，而我们新恩穿了一个非常讨喜的紫罗兰紫的上衣，可以让整个人的气色呢在一个早上的早晨当中带来满满的元气感哦。而 New Balance 的品牌呢兼具了时尚在穿搭设计的搭配的材质当中，也为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挑选最适合的一个服饰款式。在今天我们呢上门旗舰店打造的就是南台湾最具时尚的购物空间，协助了这么多的运动品牌，给予我们现场消费者朋友们更多元的运动选购的空间哦。做最后的镜头了，也欢迎大家呢，待会可以持续呢在我们的会场当中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用品吧。来，那我们就看我们正前方，和我们现场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直播的现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channel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due to interest. Photography costs plus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are too much. And YouTube yellow label policy caused me almost zero income. Daily time only rely on part-time jobs to survive. So we launched the sponsorship program version 2.0. Please help the survival of the channel.